一起欢呼，师尊好，师母好，爱师的，感恩师尊慈悲为我们做生机。原位不要急，太太急了哈。现在都看不到使者了吧？司仪看不到使者。你看，看使者要那个上香，那个拿不过去。让我看过去一下，让我一个位置，就在这里。好，可以了。好，我们恭请师尊上香。这里不要挡着我，这里让一下。我们的根本上师法王身尊莲生活佛升机仪式开始。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迎门山鬼谷先生、过往神子，今作生机。一切顺利，平安吉祥，健康愉悦，财源广进，富达三江，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迎门山鬼谷先生排卦同南，成卦同女，上清上帝东华大帝君，苗地金庙大天尊，令我人生受六家天书，便受六家六丁之神。天有十二颗路，那言天路五日，同时身边三万大将，回光大将、普海大将、空风大将，各领身边百万，从我人生发的神通一道合精。今作生机，一切顺利，吉祥如意。好，you
家吃玉米。Om Sava Tathagata Idamun Guru Nana Menchala Khan Yunye Daimi Om Ahom。秋客罗根八九天仙女黄石公，阴阳只在转转通，阳从右边转过来，阴从左边转转通，有人识得大地法，何愁大地不相逢。一洒东方甲乙木，二洒西方根生金，北洒北方壬辰水，南洒南方丙丁火，五洒中央戊己土，争议、降服、敬爱、争议、降服、敬爱、习斋。争议、降服、敬爱、好，这个生机物可以下。先烧金子是吗？烧金子，烧金子。那不会啦，那来修起来。好，
假设。又一阵旋风上来了，风水宝地就是不一样。你看上面那个树枝的，已经一直在动那个风啊，好舒爽哦。你看，就有这边哦，很神奇的。哇，动得好厉害哦！感恩根本上师慈悲。在这个彩虹山庄七星落地的风水宝地，为众弟子做生机。好神奇耶！看经刷完没有？是刚在那，还有一点，刚刚拍的。啊。嗯，师兄莅临的时候，哇，刚刚拍，哇，刚刚现在有师兄拍到这个生机，那个穴位有彩虹的白光生出来耶，哇，好神奇哦 ，Golden 拍的，刚刚拍，一条彩虹在那边生出来这样子。你传给莲燕上师。好了，加一点沙。沙。来，拿给师尊看。菩萨咯，等一下我们要大家要喊大声一点，发发发，等师尊跟我们一起喊的时候要大声一点，我们今年又开始发了。哇，哦，在这里，在这里，好神奇哦。对，刚拍的。嗯，直接那个生机穴位那边伸出一道彩虹白光，这样子，好神奇哦！哇，感恩师尊，哇，太棒了！那好。这个要我们的真佛报，我们要出来。对，火完全熄了吗？先等一下，大家要安静一下。那个火还没做完升级。火熄了吗？好。好，现在要把那个升级物放下去了。好，大家喊了，大家一起喊，我们良辰吉日，良辰吉日，大进大发，发发啦，发发发！网络直播的也要喊哦。不可思议的，竟然在这个生机穴位有彩虹伸出来，感恩师尊发啦！哎，正面插。啊。嗯。大家
又有来报名生机物的，不可思议、哦、我相信很多啊，世界各地的不能能够莅临来参加，在网络上的也很多也有寄来我们的生机物，都有收到。如果呢你们呢还没有做生机的，希望我们期待明年我们再次祈请根本上师在这个七星落地的风水宝地做生机，希望大家有这个机会咯。那个生机物放进去了，全部放了。好，现在检查箱子有没有漏的，漏的漏掉一包就不好意思。好，可以那个。我可以了。你可以了。好了，我们圣旨仪式一切吉祥圆满，感恩师尊，谢谢师尊。好了，祝福大吉大发，大吉大发，大吉大发，感恩师尊。嗯，发了发了发冰箱可以放一下钟哥，知道他们已经给时针了。嗯，好。啊，这一次很顺利啊。很顺利。啊，师尊说。啊，这一次很好。感恩师尊。尽量大家保持站在那个原位，开一条路给师尊，不要在草地上走动，因为灰尘很大、啊、站着就好，不要走动、啊